一起来冲志成红志成龙炮炸裂一起来大声一起嘿嘿嘿我觉得没有到百分之百，可是我就觉得至少有准备到七十几，哎，70%到80%。今天就100%まではいかないんですが、まあ70%とか80%までは準備できて。まあ2日前に NBB モーションで。那你会啊？对，那时候他说你有拿到就是自由的那个，所以就是日本职棒也会会想要去日本职棒。对啊，就是今年已经是那个国外的那个球员已经提出了嘛，就是然后经纪公司那边会去接触所有球员。之后有消息才会对。团队的状况目前看起来，经过两场比赛的调整，大家还不错。然后也其他两队打总冠军的选手也回来，那目前身体状况都还在范围 OK 的里面。那他们都也在持续比赛，所以他们的状况不会什么太大的问题。除了古林以外，和后面的选手投手有其他的调度吗？会，但慢慢的才会再去调整回来，因为有些选手刚比赛完，那他的投球跟休息时间还要再微调一下，所以应该这两天就很清楚。从六月的时候就一直觉得我们很有机会，然后这也是我们很想要拿到的。那我们不是打个人，我们是打团队。那其实大家都做得很棒，对，就很开心，最感动，我没有落泪，我就觉得我队友好棒，然后因为我们做到了，然后就很开心。还有洛西超棒的，耶！洛西有什么话想要跟学长说？我超爱我的团队，超爱我的学长，超爱。